夏天到了，想要吃饱又不敢吃太多。Amy 今天带来一道番茄意式鸡胸节瓜面，让你夏季吃的清爽又少负担。番茄意式鸡胸节瓜面的所有食材：蒜头切片，辣椒切圈，巴西里略切，小番茄切半，节瓜刨成面条状，节瓜取代面条，清爽无负担。鸡胸肉撒上腌料，淋上奇力健康油，专腌入味，可以锁住肉汁，让口感更好。静置15分钟，日本原装进口，统一奇力健康油，塑胶封膜，拉环保存油品新鲜。很贴心的设计收油口，让瓶身不油腻，料理新手也能轻松掌握油量。统一奇力健康油是唯一中日健康双认证的新形态健康油，成分中具有中链脂肪酸，不易形成体脂肪，让你料理更安心少负担。发源点达200度以上，适合各式料理，煎煮炒炸样样行。这瓶油耐高温烹调，油脂稳定，不易产生油烟。小火将蒜片煸至金黄，倒出蒜片及蒜油，金黄的蒜片口感清爽不油腻。开中小火，鸡胸肉下锅煎至表面金黄，翻面后再煎2到3分钟，煎至两面都金黄上色即可。煎好的鸡胸肉起锅备用，沿用原锅倒入小番茄，开中小火将小番茄炒软，起火倒入节瓜面，盐适量，用余温拌炒均匀，撒上巴西里、辣椒圈，稍作拌炒。炒好的节瓜面倒入盘中，搭配切好的意式鸡胸肉，撒上金黄的蒜片，淋上香蒜油，增添风味。这次 Amy 教大家使用奇力健康油来料理，在享用美味的同时，也能帮助做好体脂管理。